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来到九爱外语网，就爱学外语。我是意大利语课程的老师 Emma。 Ciao a tutti ragazzi, benvenuti al nuovo progetto italiano corso 9. Io sono il vostro insegnante Emma. Adesso impariamo l'italiano insieme. 上面我们继续进行第九课内容的学习。Allora, per cominciare, vediamo cosa facciamo della questa lezione. 我们来看一下这堂课呢，我们要进行两个内容的学习。那么首先第一个呢，继续我们来进行这个关系代词啊 ,la grammatica dei pronomi della divi, 下半节的内容。那么第二部分的话呢是来教大家怎么样去写一封啊正式的邮件 ,come per scrivere le della un email formale。 好，事不宜迟，我们先来进行第一部分这个关系代词下内容的学习。我们之前的话呢已经讲过了这个 cat 以及 qui 了啊，以及小小的涉及到了这个挂嘞啊那一个。那么我们这堂课来展开来讲挂嘞。挂嘞的话呢，我们说它是一个有形态变化的，比如说它如果只是阳性代词的时候呢，就是一了挂嘞，阳性啊阴性单数的时候就是拉挂嘞，阳性复数啊一了挂里嘞挂嘞。好，我们来看一下由这个挂嘞的话呢变成的形式有哪些呢它是加上定冠词组成的关系代词，然后的话呢是定冠词加上挂嘞这样一个形式。它的作用呢首先是代替 cat 在从句中充当主语或者是宾语。Il ragazzo il quale sta leggendo è italiano。他说这个在读书的正在读书的这个男生呢是意大利人。il ragazzo 作为一个先行词，然后后面的话呢 il quale 就是这个阳性单数的正在，所以的话呢他同时是充当了一个主语的。那么代替 qui 在句子中充当补语成分。la ragazza con la quale divido la camera è italiana。Divido la camera 就是我跟他一起住我们两个人在均分这个房间，就是我的室友我的室友呢是一个意大利女生。在这里的话呢 con la quale 就是相当于 qui 啦就是补充说明我和谁这样的一个成分。I ragazzi dei quali abbiamo parlato sono italiani 就是这里相当于 con qui 对不对，把它都空 qualche persone 就是这里的话呢用到 dei quali 和我说话的那些是意大利人，所以这里的话呢是充当补语成分。如果说它有一个说明所属就是谁人的什么的话呢，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语序，前面有冠词加上一个名词，再加上缩合前置词，再加上这个挂嘞或者是挂里，同时这个缩合前置词以及后面这个挂里的性数呢要跟主语那个名词性数要一致。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例句。 Ecco la ragazza il libri della quale sono stati ritrovati。 Ecco这就是 la ragazza 那个姑娘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名词然后这里的话呢有个冠词 il 他的 libri 他的书呢della quale 缩合前置词 sono stati ritrovati。 那这里的话呢这个书我们说要跟这个 study 后面的这个性数一致，然后 quale 那个姑娘是一个单数 della quale，这里性数要跟 la ragazza 性数一致。再看第二个 ,ecco i ragazzi, le bene delle quali sono state ritrovate。 再看这里缩合前置词是 delle quali, 就是那些小伙子所
所以呢，它是要变成阳性的复数 di yi le gua li dei li。然后这里是 le ben 呢，阴性的复数，后面的话呢，同样过去分词要变成阴性的复数形式。好，同样的道理的话呢，可以用到 yi le gua li la gua li yi le gua li 和 le gua li 代替 che 和 qui。Ho visto Marco che mi ha raccontato tutto。他告诉我所有的东西了。Ho visto Marco il quale mi ha raccontato tutto。那一个人就是 Marco 了，他跟我说了所有。那么这个 che 可以用到 il quale 去换掉这个关系代词。再看第二个。L'auto con cui sono venuto è noleggio。Noleggio 呢是租赁的意思。好，这个车呢，我们合在一起的这个是来自于一个租赁公司的，是出租的。那么l'auto con la quale sono venuto è un noleggio， 是一个租车来的。那么和这个车在一起的时候是来自于一个租车的。那么这个车auto是一个阴性的单数，所以我们要用到这个la quale。好，但是在这个口语里面呢，使用 il quale 代替这个 che 是不多的。比如说这个 Giovanni che il capo di mio marito ha divorziato ieri。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 Giovanni 他是我丈夫的这个上司，他昨天已经离婚了。那么这种情况用到这个 che 是要比这个 il quale 要用的多的。比如说Giovanni il quale che il capo di mio marito ha divorziato ieri， 这个是 meno usato della prima frase， 就比第一个用的要少一点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再看第二个。 Ho visto Anna che tu conosci molto bene， 我见了 Anna， 那个你认识的你很熟悉的人，是比这个 Ho visto Anna la quale tu conosci molto bene 也是要使用的多的。不过两种的说法都是正确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说完了这个 il quale 的话呢，我们接下来说一下这个 key。 这个 key 的话呢是比较简单的，同时也是一个没有变位的表的是谁。无论是做主语呢还是做宾语，它都只有一个单数的形式即便它是也能代替一个复数的概念的。它如果说它是用词性作为一个关系代词的时候呢，就是前面会有一个子式代词再加上这个关系代词的一个形式所替代的。先看一下这个例句。 Quello che 相当于 colui che 等于 la persona che，这里的话呢指的是一个男的他，那一个人那一个人或者是那个他。那么这里的话呢 quello 用的是阳性的单数如果是女的话呢就是 quella che 相当于 colei che la persona che la quelli 或者是 quelli che 相当于 coloro che 他们 la persona che。 这里的话呢就是指示代词加上一个关系代词的形式比如说Chi cerca trova， 谁去找这个东西呢？谁都能找得到那么这里就相当于我们口语说的那句有事者事竟成。同样，它也可以转化成其他形式，相当于 colui che 或是 colei che cerca trova 如果变成复数，就是变成了 coloro che cercano trovano。第二个 ，chi pratica uno。Sport si sente meglio di chi non lo pratica。 Pratica 我们说是实践是运动，这里说 Pratica un sport 就是健身的意思，谁去健身的话呢就可以感觉到更好，比谁呢比那些没有去健身的人呢是感觉到更好的。所以的话呢这里直接是可以指单数也可以指一个复数，那些人群或是那个人，对吧？另外我们再补充一下，其他的这个关系代词呢还会有这个 quando 还有 quando。 quando 在单数形式中呢，它是一个中性代词的作用，可以被这个 tutto quello 或是 cioè che 所替代的。 di completo quando
desiderai quando 就是 tante cose 啦，对不对？他说我会给你买所有你想要的东西，多少我都买啊，就相当于 ti comprerò tutto quello desiderai 或者是 ciò che desiderai。那如果它的复数 quanti 或是 quante 呢，是可以被 tutti 或是 tutte quelli quelle che 所代替，比如说这个。Quanti desiderano maggiori informazioni possono visitare il vostro sito. 啊，更多的 maggiori 是大量的，更多的大量的信息呢，他们可以去看我们的这个 sito 网站，在网上上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信息。这里的话 ，tutti 可以被这个 tutti quelli 所替代啊 ，quanti 可以被这个 tutti quelli 所替代。Tutti quelli che desiderano maggiori informazioni possono visitare il nostro sito. 是不是非常之简易呢？啊，所以当如果出现这个 quando 或是 quante quanti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tutto quello 啊，或者是 tutto quelli che 去替代。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课文25页，这里有个小练习。Il nuovo proverbi。意大利亚尼，意大利语的一些谚语。先看一下第一个 ，chi va da tardi arriva， 谁到晚了会怎么样？第二个 ，chi dorme， 我们说 dormire 是睡觉的意思啊，谁睡觉会干嘛呢？啊 ，chi trova 我们的 amico， 谁找到一个朋友 ？OK， 然后这个 chi va piano。然后走得慢的人呢会怎么样呢 ?Chi cerca, 寻找什么东西呢 ?Chi fa da sé, 自己动手的人我们说 se stesso, se stesso 是自己动手的人会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给出来的选项有哪些。然后non piglia pesci, 然后去钓不上鱼。然后呢 va sano e va lontano， 走得更慢而且更健康。fa per tre， 有三个人。male alloggia， 住的会差一点。alloggiare， 我们说是居住啊的意思。trovare un tesoro， 找到了一个宝藏。trova， 好，然后我们逐个来看一下。第一个啊，它讲的是晚一点到的会怎么样呢？肯定就是你会这有个帐篷啊，有个房车啊，然后你晚一点到，你可能住的就没那么好，所以就是 chi tardi arriva male alloggia， 住的会差一点哦。然后第二个 chi dorme， 你在钓鱼对吧？你就可能会错过一条大鱼。non piglia pesci。第三个 chi trova un amico， 谁找到了一个好朋友，就像找到了一个宝藏一样，对不对？ trova un tesoro。 chi va piano， 走得慢的人呢， va sano e va lontano， 你可能走得会更好而且走得更远哦。好，然后 chi cerca， 我们说有志者事竟成，你会找到你要的东西。 chi fa da se stessi fa per tre，你就可以有三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这里会提及到的一下意大利的谚语。好的，那么这里的话关于关系代词我们已经讲完了。接下来下一堂课的话呢，我们来继续课文的内容，怎么样去进行一封正式函件或者是信件的书写。好，这堂课的话我们先讲到这里。